欢迎收看国光帮忙。人生不如意，他们都在演艺圈跌倒过，就很慌，然后到最后变成 F4 的吴建豪。那你找不到自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找不到自己。可是我大概低潮的时候，大概是两三年通告，大概一个月接一个。啊！换下一个镜头，然后演员又咔，我想说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？然后导演都不跟我讲，然后他是不是觉得我真的太惨了？然后就想说还没救，我就不要理他了。然后就那一天之后，我回到饭店我就一直哭。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是演，反正这个戏是这样的，我躲在一个油桶旁边，啊，就偷看这样。怎么搞的？导演怎么还没喊卡？我自己说卡了。导演睡着了。国光帮帮忙是吗？我穿的好奇怪。我邱文，大家晚安。大家好，老米，侯马内，你好。哇塞，你不要害他跌倒，这个插我身上，我的天。对啊，哇塞，生气，干嘛生气？好，今天我们要讲什么？今天的主题是人生像球赛，他们都遇过两好三坏。嗨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徐善吴建豪。喜欢吴建豪？喜欢，刚刚在后台看到他，觉得就有偷看。那你们赶快过去握手。可以啊，握手。可以 ，OK。握手去啊，握手又不是接吻。对啊，怕什么？你好，要不要抱一下？没有礼貌啊！你看我跟他没礼貌，对不对？不一样，你喂。来，不要怕，哎呦，难得机会，我跟你讲，这么好的福利，错过就没了。来抱一下。OK， 哇，好，今天你。上网络看你会被骂死。来，谢谢。首先恭喜碰狗。碰狗今年大丰收哦。哎，还行。对不对？得奖，当然得奖对你来讲已经好几次了。哦，不能这样。但是又再度肯定，很开心嘛。谢谢。可是最开心是，他终于出炉了。哦，他是这个我敷了很久的。求爱天空是，不要念反了哦。空地哦哦 ，OK， 求爱天空，这个是碰狗一，其实我们知道碰狗对这个棒球一直有一个梦，好，从很年轻的时候开始。其实大家不知道我生肖是属棒球的。哦，你生肖不是猴子吗？你们属猴，生肖都变棒球。对啊，对啊。碰狗，请问一下，这几月几号要上？哦，11月30号。11月30号，这快到了。哎，快，2020年11月30号是。碰狗请用了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演员哈，是话什么意思？卡古也可以。来，不要这样。哎呦，有礼物。睡油，谢谢，谢谢碰狗，谢谢。哇，送女生是对的啦，潘姐，因为你刚刚有报了，所以就不用。对，一定要福利。哇塞，这个是周边商品，这是正品。我觉得拿这个，我第一个想法是什么？马国贤最好短期不要来。对，应该没有的。最新武器，碰狗当初是什么样的原因要去拍这部电影？我一直想拍一个棒球的电影，因为台湾的男生大部分喜欢棒球。对，大部分你问他有没有打过棒球，都说有。有，小康。有没有打过棒球？有。什么有没有打过？我 Polo 开玩笑，打第四棒的。对，中文。3垒手。当然。而且这两位都曾经参加过我们明星棒球。我是球队啊。对，球队的。对啊，屈中文是领了衣服就没来过。对。下流黑。哎呦，那场有趣啊！告诉你，衣服的钱还是我出的，钱是我付的。你在丢脸。对。哦。那时候为了这个事还一直问我。鹏哥，这是我领了衣服，我不去可不可以？你一定要去，最起码要去几次。对，绝对不去。你这部电影你也要免费去客串的，你干什么？包场。对，不要啰嗦。耶！衣服还来，全新的。我还几场啊？不，你电这是电视在录，我们这段不剪掉。几场？一场。去哦，可以了啦。两场，两场那个小厅的
的，一听才六十几个人，我已经120个人。我是这样好了，你两场对，我学弟我最小，我一场没让难看，对。哇塞，你这样弄我不是？六场，对。现场总共包九场，哇，九场，九怪怪的，凑十场嘛，好不好？啊，负责十场，九场，八场，叫他们帮忙，就十场了，十场。哎，谢谢国光帮帮忙，哎，可以回去了，我们任务达到了，哎，达到十场就散了，缺了，那太缺狼了。刚刚问题对不起没有讲完，哎，是问大家都会打球嘛？对，可是你为什么喜欢棒球，讲不出一个所以然？嗯，为什么？不知道。就从小就打，那就是喜欢棒球。对啊，我们怀念以前那种半夜两点多起来看威廉波特双棒的转播。应该是以前就影响到我们了。对，好，比如说以前那个57年的时候，就是人家是问我，我是做辅助了啊。是，因为讲到这个，为什么大家喜欢棒球？请您。因为大家这个从60年代呢就被这个棒球给渲染了嘛，是，对不对？57年这个红叶少棒，58年金融少棒，59年七虎少棒，哇塞，七虎少棒。在这个国际棒球那个威廉波特的时候，被那个尼加拉瓜那个投手，对不对？给修理一下，我们没有达到冠军嘛。那个大家记忆也是很新的。60年代巨人少棒许金木、涂中南投捕搭档，对不对？在威廉波特那个对麦克林登那场比赛，应该大家也都印象很深了。哦，本来3-0领先，我们打到最后12-3嘛。不是，我印象非常深，那时候我4岁，对啊，我3岁，我那时候也才7岁啊，我怎么都记得。我3岁，我记得。不是，问题是你要不要让我讲？啊，哎，那到底棒球跟台湾的男孩子有什么样的关联？可是棒球又能演发出什么样的人生哲学？棒球跟亲情、友情、爱情会产生什么样发酵的东西出来？化学元素如何变化？是，这部片就说清楚了。是，碰碰，你什么时候开始打棒球？我11岁没有选上校队就恨他，但是还打，我就恨他。然后我就发誓，我没有把你打会，我誓不为人。那而且我还要当投手。就等于小学的时候嘛，对，没有选上，嗯，对，然后后来最好是打到怎么样？最好打美国的大联盟投手球上面。事实上我去道奇球场有上过，是，那我是希望是半夜自己爬进去是吧？波浪。但是我是道奇永久贵宾拍摄，是，我希望在棒球这一块是圆满的，是，在台湾的职棒能够。登陆一天，然后上投手球投一个人次，为什么要投一个人次？因为你不能投一颗球就换下来，这是规矩，不算记录就要不要要投满一个人次才可以换投手，是这样就够了。是，可是今年在统一师办的热身赛已经让我上场投一局了，一局哦，一局，而且是0失分。啊哟，真的吗？对，但是假的吗？就是已经打到满垒了，最后投了45球才解决的。没有，没有，对方只打到第4棒就结束，第4棒就结束，15球，什么货？一个投手最多九十分，零失分嘛，我要赶快把这个局面讲清楚。你上网去看，点阅率已经破好多好多10万。最难缠的投手就是你。厉害，我这一点我承认，是不是？对，因为对方搞不清楚他的球路啊，从来没有他的底细啊。你说碰狗蹦恰恰到底是投什么球？结果是投小便球，打不到，乱掐。我们以前打碰狗的球，那个球好重哦。你打到球的时候，感觉是接掉，就是那个球拉不出去，因为你打到深卡，对不对？那厉害，碰狗拍的这个电影应该算是你的一个，除了你在。要圆满自己棒球之路，这应该是又更加圆满。对，我希望，因为近几年来，这个大家对棒球的热情似乎有消退的感觉。职棒队眼看就要少掉一队，对，大家会忧心忡忡。当然。那希望这个时候借由本片能够大家原来棒球是这么样的可爱，这么样的迷人，再把它找回来。大家不能那么现实啊，不能说每一次这个好像棒球出国打到冠军，大家就哇，我们要支持棒球了。然后第二年就好像，而且大家就不光是不关他的事，对。然后呢，大家也不支持。然后过两年，他们球员自己努力，然后打又打冠军，大家就你看看，我们要支持棒球。而且你也不能说一直在买那个美国职棒是什么几比几，然后买多少钱。王建民确定不被续约？对啊，我觉得这样太残忍了。对，好像都是爆坏的这样，对不对？确定不跟国民队续约，但跟蹦恰恰续约。哇塞，连签6部电影这样。哦，这是可以，这可以。
吴建豪意外掀起屈中恒不可告人的过去。亲密戏当然是有害，我害羞啦。你有害羞？我有，你有吗？我非常害羞。终于听到吴建豪，很内水。我的头脑后面一直在等着听到卡那个声音，因为我其实一听卡我就会马上抽离。像有些人你知道吗？导演喊卡，他舌头伸进去的，被血液，对不对？嗯，那这是碰过的写照吗？哦，他的前半段的故事是我真实发生的故事。嗯，就是床戏那段的，就跟那个王子柔那段的，还是练棒球那段。小时候没有被选上，然后心路历程，心路历程，对对对，所以吴建豪是演我。哦，哇塞，好像哦，哇塞，好像台湾奇迹哦。啊，嗯，然后请问一下吴建豪，你的父母亲是谁演的？这位大帅哥，还有一个美女。我们可不可以在前面加一个台湾奇迹？求爱天公，对，你太太是？林美秀，哦，真奇迹了，哇！你们两个结合生出吴建豪，就生出吴建豪，对不对？好厉害，哇！是应该他奇怪还是我奇怪？我们刚才讨论过嘛，是因为隔代遗传，隔代遗传。那我讲，其实我们对你的感觉应该是你好像打篮球比较厉害，是。那可是其实我打篮球也没有那么厉害。那你对于打棒球很熟悉吗？小时候有打过，然后其实我第一次参加任何的球赛是棒球，棒球开始，对，是棒球。那演这部戏最累的是什么？台语。讲台语，你要讲台语哦。哦，你演一个本省的。对对对，他们从小在台南长大，那爸妈又是卖面的。哇塞，所以一定要台语。可是你以前的哎不，那些兄弟们不是都？可是我们都讲英文的，要不然就讲。哦，只有大哥喜欢讲台语。对，他超爱讲台语。哦，所以你们还是讲英文。对，那你台语是谁教呢？我其实小时候是有学过了，就是有家里面有在讲。这部戏主要台语的指导是导演吗？当然一定啊，一定啊，对啊，还 OK 吗？啊，还 OK 吗？台语 OK。前面为什么要？因为讲不出来，就我比较累嘛，现场收音嘛，对不对？当然，哇，那很辛苦，对啊，辛苦。可是因为会影响到表演，对不对？还好，因为其实真的碰哥很有耐心的在教我。他从我们要出发去片场的时候，我们坐同一车，他就不断的讲。我想到这段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对，他就不断的讲哦，就突然讲我的台词，就从早到晚就一直在讲我的台词，一直到拍完那场戏的时候，他还是会再讲一次。是魔音传脑，对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是碰哥的很有耐心的方式，很有礼貌性的尊重我的方式去说你的台词要加强一下，因为你是演他嘛，你不能乱演。也对了，你要演别人，那可能就这种是一种棚式的疲劳轰炸。对对对对对，就是一直告诉你，你一直听着就习惯。对，就像你要练唱歌一样嘛。像我那时候背台词要演律师的时候也是一样，然后要练日文歌、韩文歌都是一样。是，那还好了，给他的台词不会很长。对对对，像台语的部分都是后。我去，不爱，不爱，怕我，怕我达不到啊！不是，他们在学校就讲国语的嘛。对啊，而且男主角对白太多就不酷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就要用演的。其实我觉得我都没有在讲话，这部戏。我现场考他一个，鲁宾不错的，预备 ，Action！ 鲁宾不错的，切，就这么短。最长的是这个。所以在拍这一场那一天，你一早看到他就这样，还有一句，巴黎曼那种，哦，巴黎曼，然后大家碰六个字，哇，所以很短了，可是我觉得也是这部电影的一个特色了，对对对，男主角这样这种酷的精简，是啊，很精准，然后重点到了就是 OK， 我们就是用表情去，当然演出到。那王雨柔是第一次演电影，第一次演电影，对，我第一次演电影。那第一次演电影有没有压力？其实还好，因为导演跟郭哥就是从小都认识嘛，所以是我们小时候你认识，我小，对，我从小认识你们啊，所以他们人又很好，然后导演也很有耐心。可是你对戏是吴建豪。而且有亲密的戏，那他人这么好，对不对？他也没有给我压力，可是怎么会害羞吧？有啦，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吧。一开始，
这样，这样，还有那个亲密戏啊。亲密戏当然是有害，我有害羞吗？你有害羞？我有，你有吗？我非常害羞。我们演亲密，我觉得最不害羞是导演有没有清场？哦，我也问过他们两个需不需要清场，需不需要清场？他说不用。结果那一天一不用的后果，我后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看 monitor 嘛，我就看，不后面大概站了30个，哇塞，全部在看 monitor。而且还有那边，别来那里寻过，该我咋的？那你怎么化解那个尴尬？眼睛一闭咬一，就来一咬就过了。当成男朋友在演。不是啊，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，就是演戏，亲热戏，因为他也是很专业的演员嘛，他会带领我，对不对？哎呦。对啊，要不然就是换另外一种心态，终于频道无间好，很厉害。那其实我每次在拍接吻戏的时候，我都会就是我就想镜头的位置啊，然后看哪一种会比较好看，然后也是我的头脑后面一直在等着听到咔那个声音，因为我其实一听咔我就会马上停，马上抽离，对，我不会想要这。这才是像有些人，你知道啊，导演喊咔，他舌头伸进去，没讲话，什么表情啊？你知道的事情，那十几年前的事情，太投入，年轻不懂事，你知道吗？公器私用，坏事没有人会忘记，你放心。不过这个是告诉我们人生的，其实这个电影也就是隐喻到人生了，人生当然有高有低嘛，对不对？嗯。那郭哥，你人生中就是比较低潮是什么时候？低潮？你看我干嘛？碰哥不是看我长大了？他还好，其实。我其实还好了，可是我大概低潮的时候大概是两三年，通告大概一个月接一个。啊？是不是什么时候啊？应该是80年到82年。乱讲之前，哦，乱讲之前好多年了，大概是连环炮，当年的连环炮结束之后是哦，大概民国81年到82年这个中间。哦，我们还没有拍连续剧的之前，还没有拍连续剧之前，这个空档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，差不多20年，那最低潮。对对对，这大概一个月就接一个通告，顶多两个。哦，可是那时候我又觉得说。还好嘞，因为就是说，因为真的是年轻啊，那时候年轻，然后第一刚退伍，也没有什么这个压力啊，对，就是也没有家累，对，没有家累。那时候一天有100块，我们很开心，对，我们就很开心了。我那时候客串一集100，然后一个月演20集2000块，哇，好开心啊！再加上我的底薪，因为那时候做道具啊，是17000块，真正收入是道具，对对对，真正收入是黑钱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。那是因为时空环境的不一样，就买车，哇塞，没这么多，大家一直怀疑你100，但是你开车来，哪来的？贷款，年轻时候就，可是你不是有过手上有7个节目，但很快就收掉。哦，那时候应该是80几年，84年、85年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会比较担心的。那时候会担心，为什么？担心的不是我，反而是我老婆。因为我那时候刚跟我老婆认识，那她觉得说到底演艺圈这个行业是怎么样，对啊，就那时候7个节目，然后第二天只剩3个节目，她说你们这行业变动性太大，她反而是吓到她，那我们是不会啊，因为我们觉得说那是开开关关不是常有的事嘛，你今天关一个，明天就再开一个，啊，今天没通告，明天有通告就好了，我是很乐观的，可是反而旁边的。我老婆另一半会当然会担心，对啊，他说这个太不稳定了，是，那我就跟他说啊，这就是我们的演艺圈的常态啊，那今天有可能明天又没有，明天没有就明天后面就在等嘛，对，就等。碰碰你怎么看他这种事情呢？他我觉得还好，因为年轻有本钱可以拼嘛，年龄有一个通告两个通告，在当时如果没有断那就好，对，如果说你要像洪都拉斯一样去卖弹簧床那就惨了。他那个时候还好，是因为郭子乾已经有一个既定的大家对他的印象，他而且他演艺圈有位置，哎，对，那没有人会忘记这一号人物，是，对，哦，我应该是这样说，我没有离开演艺圈过了，就算在低潮，我也不会说啊，我
我赶快去干别的、嗯，我还是就在这里等通告啊，然后有给我做我就做，是那种。我们刚才在聊啊，这个人是爱赚钱，喜欢赚钱，哦，他无孔不入，哦，爱钱，对，他我跟他追着钱跑。这个通告我说你演爸爸很重要的，哦，反正一到五赖不起，他可以认。一到五赖不起，随便其他随便，那只剩两天了，对，怎么弄呢？嗯，就这样，六日拍。对，那其实拍的也差不多啊，大概拍四个六日就拍完了。那你叫我多痛苦、啊，这个你好拍我痛苦、啊。艺人演戏初体验，对咖的反应很两极。换下一个镜头，然后演员又咖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？然后导演都不跟我讲，然后他是不是觉得我真的太惨了？然后就想说还没救，就不要理他了。然后就那一天之后，我回到饭店我就一直哭。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是演。反正这个戏是这样的，我躲到一个油桶。就林美秀那么忙 ，Oh my god！ 哦，对哦，美秀、啊、最好是美秀卡无用咧。对啊，啊你两个拢无用啊，啊你两个拄着伊咧。哦，佮拄着伊。嗯哦，我变呐。容易的，容易的，反正没关系，都拍完了嘛。都拍完。切啊！吴将，你曾经说过 ，F 最红的时候是你比较低潮的时候，为什么？哦，还有你说 F 四最红的是我，哈哈那时候你什么心情？就是不太知道我自己到底是谁啊。欢迎进演艺圈的时候，其实我第一次我来台湾的目的就是想要发专辑嘛，而且是想要发我喜欢听的歌，我喜欢表演的舞步。可是后来就是第一个工作就是 F 四嘛，那就是做这个云霄飞车的感觉，嗯，然后那时候也很年轻，没有人正式在教我们说要怎么样去面对所有一切在我面前，对啊，那就很慌，然后到最后变成，哎 ，F 四的吴建豪，那你找不到自己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找不到自己，定位不明，对啊，而且跟你当初想的，我回去我要把我的舞步跟我的歌曲给人家，对对对对，不是变成一个长头发然后不太动的人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不太动，对啊，因为其他三位他们不是跟我一样跳的，不是，对啊，兴趣。不一样，走的路线不一样。对对对。那你为了配合他们，所以你也比较，就，我是在里面最爱动的那个人嘛。对。但是跟你自己本已经已经很缩了嘛。对对对。所以说你就会觉得哇，怎么会这样？有一点 K 到那种。对啊。可是，所以那时候我说低潮是因为，合约也快到期了，然后也不知道要不要续，还是要去别的地方。然后那时候就是真的很乱，对啊，没有方向的，完全没方向。那你怎么想出来说最后怎么办？上帝，对，一定是上帝，厉害，上帝，他帮了我很多，他给我一个明确的路。后来之后我就完全没有签任何公司，然后就直接就发现，因为那时候后来上帝真的让我看到说，其实我回来的时候不是说要留长头发，要走，你知道，我 F 四，我流星雨那个不是，而是就是我想要。做自己喜欢做的音乐是，那我觉得现在真的有那个能力了，那我就什么都不签，就往自己的方向去走。那现在应该是你最开心的时候，我非常开心，自己做决定，很开心，很快乐，对啊，自己做决定，自己想要做什么，然后也遇到一个很好的唱片公司，很支持我，很挺我，就是一起让我的梦想成真，而且同时又拍了这部电影，对，然后这部电影其实我拍的时候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可以跟碰稿一起合作，是一个，我觉得每个人都要一起，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对对对，这应该也是上帝给你难得的经验。一定，他会不会演给你看？其实不会，几乎都没有。没有在教戏。对啊，没有。他在讲戏，等下瞧时间，让你死锅子前礼拜六才能来哦，这边的怕了哦。对，可是他们愿意用我，我也还蛮惊讶，你知道。因为就是给你的空间很大，就对了。对啊，可是没有让我去演这个角色，我也有一点惊讶，因为其实我是美国回来的孩子。对对啊，碰到啊，你怎么会选到一个这样美国味这么足的人来演？这个角色的重要性在他于，其实我坦白说，球技是一回事，我要那个长相是有点骄傲的，自负臭屁，然后女孩子我要追就追，谁我都看不在眼里。我的球技一流，又怎样？我抗命又怎样？我需要一种这种外表，我就是厉害就对了。对，要帅。然后哦，他那个观念应该在棒球里面是错误的，因为棒球是团体战嘛。对，他就认为我是个英雄。对，
蛋啊，他要因为这样而在场上吃了很大的憋，很惨的这个后果。那想来想去，国内我要找一个这一号人物还蛮难，因为有点酷。后来我们制片说吴建豪，吴建豪，我完全没想到这一号人。那我第一个印象是这人好搞吗？我不懂他嘛，那么红那么大牌。不会的，你就拿一本圣经在他面前，答不答应？他就你知道三弟说的哈，本来不知道嘛，后来见了面，哎，很好啊，人很好，他人很好，很客气哦。而且在拍片途中，他为我们过程、为导演的受伤或什么一直在祷告，希望不要下雨或怎么样，其实这些都蛮好。而且真的有帮到，真的雨的那个部分，哇，那雨很厉害。你们看到很美好的那些风景都是。都是因为祷告出来的，而且这张照片很成功，就是他把他的洋味拿掉，这感觉真的很台湾跟东洋，对，很台湾跟东洋，就是很像日本的对，完全选手，这样看不会觉得说你在什么美国念书，对对对，没有这个感觉，这个很厉害，很棒球，这张很厉害，这张，那这张就有点挂哈，啊，鼓的，我一个球队里面总是有预备球员、板凳球员。我就说嘛，每天都遇到康哥啊，每天的。马来西他每天模仿你。我也有天会，我会每天都打他的。每天到现场都讲这些是吧？没有就来，就突然没有在做任何的，不是嘛？我就感觉，来直接来了。我都觉得不像了，我都觉得不像了。我就说，卡哥，你不要再这样不好了。黄宇，你第一次听到导演喊卡，你就哭了，为什么？啊？不是这个导演啦，是我之前拍的，第一次演戏。为什么？因为其实那时候我第一次演戏，然后没有接触过这样，然后刚好开镜的第一场戏就是我，然后我不知道就是拍戏要分镜，其实这讲起来是很蠢。就是不知道分镜啊，或是特写男主角、女主角，一点概念都没有，一点概念都没有。然后我比如说我台词讲一讲，导演觉得 OK 就咔，然后说啊，为什么？你以为演得不好，然后导演才咔的，然后导演又没有跟我讲，然后就换下一个镜头，然后演员又咔，我想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事？然后导演都不跟我讲，然后他是不是觉得我真的太惨了？然后就想说还没救了，就不要理他了。然后就那一天之后，我回到饭店我就一直哭，真的哦。你跟我不一样哎。我记得我第一次演戏的时候是演，反正这个戏是这样的，我躲到一个油桶旁边，啊，就偷看这样子。怎么搞？导演怎么还没喊卡？我自己说卡了没有？这是我的生平第一个镜头。你以为是就是你演不好？对，我以为是我演不好。你还没演完嘛？哦，你还没演，你的戏已经演完了，你自己我觉得我演完了。OK OK， 导演觉得你还有东西。对 ，OK。不是就是看吗？就看了啊，什么还不看呢？那时候都是没有概念的情况之下，我以前演戏有导演不砍卡的啊，为什么？大家演，就戏已经结束了，奇怪，还在我们还要睡词，那怎么样呢？这，哎，是导演怎么睡着了？然后副导演，卡，OK。王宇柔意外勾起妥中康惨痛的儿时记忆，被狗仔跟那次我有吓到，我也是后来哭了。因为狗仔卡，就我一开门，然后他们就跟着我，就这样喊我的名字，然后我就一听到我就很害怕，我就开始跑。我迷票了，你们两位进了演艺圈有没有不习惯？最不习惯的事情，最不习惯的改变？有啦，其实就是。那次就是有被狗仔跟那次我有吓到，我也是后来哭了。哇塞，你这么严重，因为狗仔咔哭了，为什么要哭嘞？因为那时候其实事情是我在计程车上，然后发现后面有人在跟，然后我就还就很问司机大哥说，司机大哥后面是有人在就是跟着我们吗？然后我觉得司机大哥好像觉得很好玩，然后他就开始就是开得很快，专柜啊，对，会这样子啊。然后我想说，哇，这真的很可怕。我说我要脱离这件事情。我说那你放我到一个地方下车，我就想到捷运站嘛，人多我就冲下去，他们就可能就不会再追了。结果我一开门，然后他们就跟着我，就这样喊我的名字，然后我就一听到我就很害怕，我就开始跑，危险嘞。对，危险危险危险。我就进捷运站，然后我一上捷运，我第一就是觉得。
刚跑真的很不应该，就是很蠢。不会不会，我跟你讲，不会不会，这个是人类常情。像比如说我们一票，你站在公车站里头，然后站在卖照，我们有，有没有？一定先跑嘛，对不对？你们听到卖照，大家那是小时候啦，没有啦，真的会掉。卖照，我们真的跑，对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小时候，小时候才是重。小时候卖照就是一定要照，对啊，就是卖照就先照啦，对不对？那次我们有跟他讲。就是说你遇到这种状况，你根本不用理他。对啊，就走路就好了。你越跑，他越追，越觉得你有问题，你就影响他。对啊，我吓到了。不要跑，你就回转，就摆 pose。对对对对。我跟你说什么？对啊。我跟你说干什么？帅妹。哦，所以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很震撼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就是真的吓到。真吓到了。嗯。对啊，真的吓到我哭。你刚来台湾的时候。一个人回来的，对，那时候没有收入啊。你带多少钱来？$1,200。你怎么会认为1200块美金可以活很久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想说顶多待几个月，然后再回去嘛。嗯。然后后来，那时候后来也有在教一些英文，然后也教英文，对啊。可是就是很快就没有了，因为刚好那时候那个没有那个工作证。对。对啊，可是也有帮你拍一些。当模特儿，可是也真的没有很久，就一两个杂志，偶尔一下，偶尔一下这样，对啊，1200哎，3万多块，现在算是3万6，4万块，对啊，4万块钱。可是刚好我就待了3个月之后，然后妈妈他们也有偶尔再寄一点，再补一点给我，对啊。哇，你很敢哎，你带了1200就来了，就要追求你的梦想嘛。对啊，我觉得如果要追求梦想的话，要拼啊，对啊，嗯。或者还好，因为他来的都是他，你来台湾 OK 的，还好，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是，因为台湾人其实比较亲切啊，是，而且阳春面也不贵嘛，1碗20块，对不对？3万多可以吃好久。我一直在吃三明治便当啊，对啊，我也在吃便当啊，嗯，然后没有那个房租的压力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地方住，哦，那差很多，对啊。可是后来那时候住就是。也是住2个月，在我的可能我妈妈的，你可以讲英文，远房亲戚的家里，对 <Okay. S 2> 家里，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啊，来到台湾的时候才第一次见面，第一次见面就是，哦，然后就住在他们家，那很不熟哎，超不熟的，可是现在变得很好了，对啊，当然刚来多尴尬，这样坐客厅这样。就是拼啊，就是拼啊！电视都不好意思转这样。对啊，为什么一直看台语？我听不懂。故意整我吗？碰狗，这部戏其实有很多的职棒选手一起参加，八位统一的球星，他们演的是，直接演有点对手，直接演同一队。哦，只有一个比较麻烦处理，那个是张泰山比较麻烦。哇塞，他为什么像教授哈？因为他没头发，对，头太亮，就很痛苦，倍儿亮。对，可是演学生又有点显老，对不对？我没讲，你讲，干嘛讲呢？嫌太成熟。哎，就后面那一句，拍摄那一天他就问我，我的台词款快给我了。不要急嘛，待会就告诉你。你不给我台词，我怎么等一下嘛？然后来，咱们请泰山换衣服。啊，我要换衣服，对。换的是主神的衣服，初恋主神哦，但演的还蛮好，主神哦，所以哦适合，很适合，而且他应该不用经过考试，直接退休可以当主神，是。他今天还在那个新闻讲说他要多打几年嘞，哦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对，打到他最近打得不错嘛，对，他说他要打到40几岁，哦，对，可不错了，他这里面有跟黄平洋有对手戏哦，哇塞。是黄平洋啊，黄平洋，哇塞，金贝人，嗯，黄平洋应该是算棒球人里面最资深的吧？就这部戏，这部戏里面最资深，而且他直接演总教练，那个架势十足，架势十足，而且他的球员生涯很可惜，他就最后一球这样，嘣一声，手就然后自己走下投手，他手就断了，也不是断，就是韧带，啊，他是台湾唯二可以投蝴蝶球的人，嗯。弹指球，你们拍戏有吃他们家的便当吗？
台南没有太远了吧？哦，对不起，送来就是上个坐高铁，对啊，可是这上也太高了吧。前几天那个棒球赛就有了，对对对对，就刚好在天母棒球场，对对对对，那就有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就跑不掉了，他筹码还捐，他就要赞助了，筹码还捐出来，对，筹码捐出来作为棒球发展基金，是是是，好人好人好人，他就不捐了，他就跟我计较很多。小郭不捐了，我捐了，我捐人就好了。不是不是，他说我脚都受伤了，干嘛还要？讲讲，被烫伤了，讲的还蛮实在的。真的，你讲的嘛？不过吴教，嗯，你在2007年的时候，啊，之前你的脾气不好，还蛮不好的。为什么？就比较容易发脾气啊，就是小事情啊，我就觉得，可能在工作上就觉得，为什么这些事情要用这种方式去处理？嗯，可是可以这样子就很简单的就过了，因为我可能从国外长大。个性就比较直接，嗯，那我觉得有时候在台湾，很多人都是绕一大圈才讲到重点，对，那可是我有时候就直接有话直说之后，哦、人家觉得哇，好，所以人家找你签约，你一开门多少钱？是啊，是啊，多少少在吗？多少钱？你很直接，多少钱？我们带现金。打击练习场测智商，报销是一箩筐。一般打击场不都是一边吗？对。那他一定会有一个是两边，对，有两边，又让另外一边左打一个，他就走进那一间，他说：“哎，怎么变这么大？”他就站在肥瑞板上，在球间，哎，这个人啊，他也被打到，他被打击中肚子啊，也没有信主。谁带着你去？谁带着我？当我觉得任何人不认识主的时候，他会放你需要的人在你旁边。去认识，多认识，嗯、对啊，嗯，那你认识主就是2007年开始，还是说之前你已经信？之前我信，可是我不是说很没有进入，这样对，没有很虔诚的去，就好像就是啊，每个礼拜要去那个也没有，就是你也不做礼拜，那时候没去，烟都戒，那更棒，为了这部戏抽，哦、真的哦，戏里面是要抽的。鹏哥，你小时候抽烟哦？我小时候对啊，他不是演你小时候吗？我那戏他抽烟，不是你小时候也在抽？我民国61年学抽烟。对，然后他里面为了这部戏牺牲真的蛮大的，抽到吐，嗯，真的反胃，你真的吸进去。我4岁的时候你就抽烟呢，你知道很伟大吗？假抽很明显，对对对对，所以你看假抽一看就会抽烟的人一看会破坏那个感觉，烟吐出来的颜色都不一样。对啊，哎，那你很厉害，戏杀青了也没有烟瘾，对不对？讲老实话，我偶尔会突然想还是会想要抽，抽一下。对啊，那个烟瘾真的很。很难戒，很难戒。鹏哥，对啊，他那场戏就是抽，嗯，还没好，其实还没好，换镜位，他就趴在那边，开始冒冷汗。我说啊，对啊，我说快点，我们男主角大概累了，让他早一点休息。嗯，我就问你还好吗？怎么了？好了，快 ，OK， 咔，他跑掉了。对，我就去厕所，然后去吐。对啊，因为那个太抽太多会吐，太快会反胃，太快，对，那个情绪需要快。对啊，不能带，不能帮他买一点那比较淡的烟。他在抽我的啊，你抽的是我0.4而已没，0.1啊，0.1好一点，零点一没味道。可是那个时候的感觉应该像是刚学抽烟的时候那个会这样子，已经很会。没有他，因为他还有剧情嘛，我剧情。因为我以前有抽过烟，我以前有抽烟呢，特别。学校退学嘛，然后在外面爸爸妈妈又来学校，在讲太多剧情了，可以的，不会宣传呐，不讲一点剧情了，关键的剧情不用讲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对不对？那哦，那这样这样的话，剩下的就不你们看了啊，对对对，让你们知道有谁演了，不好意思，这怎么可以让你们知道机密啊？哦，这个戏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在哪里？真的是讲台语的部分，讲台语还是台语？那你的投球姿势呢？对啊，投球姿势好像因为旁边都有人，那个黄敏瑶，大概他真的，以前我们在拍那个电视的，你是讲棒球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是一大早起来，然后黄敏瑶就带着他们开始做动作，然后教他们怎么做，然后其实像几个点投手的，他就会教旁边来看他们投。可这种啊，他就是要一直投，你那个姿势才慢慢出来。你没有说什么，我跟你讲啊，这样就可以，没有办法，他就一直在那边投啊。可是你不用太用力啦，你只要把姿势做出来就好了。嗯，那你就一直练嘛，就一直练。他有点小尴尬是，他原来是左手，那你说小时候是
右手一直都是右手，可是他是右头啊，对，侧头，哦，侧头的，哦，然后里面我们在拍戏之前，我带他去看打击动作，嗯，可是左打右打，左打两，哦，你这样打比较快，所以变成是要右头左打，那很酷哎，那直棒大家抢着要哎。啊，所以他演他的国中的就被迫要让他练左打，嗯，配合长大的他，嗯，哦，那国中很恨，国中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，有一个小朋友演他，国中现在在起，你知道吴建豪变成投球然后这样打的，全打的，现在在起，你们有测过那个球速吗？啊，没有，不用测了，不用测 ，OK 吗？大概八十几，80几，我都不用测了，不用测了，不用测哦。你最快球速是？你说我现在吗？还是年轻的时候？最猛的，最厉害的，生涯最快，140是超过。回来，年轻的时候140，年轻的时候有140，打不到，一般人打不到。现在差不多多少？现在剩110，110很厉害的，有开过刀吗？对啊，我们过八十就打不到了。你还没有80岁啊？没有，我们说我们过时速，球速过80，过80，随便都80哎，你随便这样投出去都80哎，不啦，我们没有了，要真正投了，没有，那打几场最低90嘛，就是啊，对不对？打到我们就有点要短打，先瞄，那个我们就有一点点那个，60几。不过说到打几场，我一个朋友出去很大笑话，哎，请说，因为一般打几场不都是一边嘛？对。那他一定会有一个是两边的，对，有两边，又让另外一边左打也可以。他就走进那一间，他说：“哎，怎么变这么大？”他就站在门内板上，就站起来，哎，谁？怎么打我？我们快笑死了。哎，他那一天拍打击场，对这个人呢，他也被打到，他被打击中肚子啊，太。为什么不集中点？我你没擦啊！哦，对，打到肚子就他躺下去又怎么了？嗯，打到我怎么可能打到肚子？是，他就打完之后看球怎么会是奇怪？就是自动发球机嘛。人呢，一看脸就知道。真的，哇塞，真是够了。好，这一部电影在11月30号。就会正式在全省上映，所有热爱棒球的，喜欢棒球的，甚至于不太懂棒球的，都希望你们能够进电影院看，因为呢，这个是一个属于台湾的一个，台湾我们这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故事，大家看一定很有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这是碰过呕心沥血，呕心沥血的，对不对？对，一大愿望终于达成了哈，看看碰过小时候是什么样子。多好，对不对？是，然后里面有这么多我们的职棒球员一起啊参与，对，参与真的是这个棒球界的盛事。在这边我还是要希望啊，这个球团能够这个顺顺利利的。然后呢，有一个球团希望那个有志人士赶快出面，碰哥把他接下来嘛，是不是？你这么多企业赞助你，你当个召集人嘛，是吧？尽力，对不对？希望第四队就是蹦恰恰队，恰恰队。我说真的啦，就大家能够都尽一份力气啊，就是让这个职棒能够永续经营下去。我觉得对台湾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对。